Isabelle 一面吃早餐，一面聆听春天清晨的合唱。吃完早餐，她捧起她的小苹果树，背上背包。她呼唤她的小狗：“小皮，走吧，不快一点会赶不上中午的春季庆典。”但当他们出门的时候，天空布满了云，春天的天气就像风一样多变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下起阵雨呢。